现在可以的。咦，不好的预兆。你居然有任务。 我觉得他要睡怪的是吧？你妹呀，直接打中间，不打中间水晶，不打两边的。然后踢的话，艾雷还是在那个里面。我好快。 就打四面的怪，好，接着这儿会刷一群小怪。哎，阿亚雷，你不说你打过吗？这个地方你踢要先到位。你吼，这群怪是吃那个，这些怪是可以吼住的。吼了呀。OK， 然后打那个。 弓形箭手打完去那边刷两波。我不是主要去打那些能炸弹的吗？原来弹的主要是那个什么，就是垒在中间控制睡啊或者什么的。哦，垒，对了，你要注意那个催眠。催眠哪个？催眠背孩子那个。 这边刷两波，这边双子打到还有一只留下，你们所有人往那个对面跑，去对面待机。最那边那一堆是最容易破水晶的。楼一直打到空血。好，你们过去。往回。我吼完了。对面。对，漂亮。接着吼，这边。 哎，雷，快控制那个！先把那个碎了，把这个就碎了。那个重要。巴拉巴拉得死。快，中间那个，漂亮。好，这边还有一只。碎还有5秒钟。 炸弹人不管，然后让那个垒在中间控制就好。不是你帮着把炸弹人杀掉，其他的你不管。你是踢嘛？还那是炸弹人吧？啊，他是 T， 然后他和垒催眠，因为催眠以后你就再过去打。小辉。 最后一只，有两个法师，我说这减速杠杠，然后就 over 了，欧了，第一个地图就完成。哎，是这边吗？ 我看不到地图，是这个，怎么还关着？
不打水晶，不打水晶，但记得你要站在左边那个地方准备吸那个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嘲讽那个怪拿炸药桶炸死了。对，你先把那个吸住，准备好了吧？大家炸吧！哎，等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火力来这边。OK， 然后你马上去，我们顺便把这边的杀了吧。雷，注意控制那个石头人，在刚才阿亚雷那个位置，把石头人击倒。石头人击倒，不是这边，那另外一边，不是刚才出手那边。啊、哦，他现在那个谁小慧在打呢？不是，你要去。睡了就行了，打我睡。不是睡，要把他打进去。你用你那招，用你的火力把他。好了好了 ，BOSS 死了。哦。啊，我懂了。哦、然后大家过来全体杀 BOSS。我惨没死，还有一点九的血。哎，你骗我。哎，把他打进去。然后一会儿捅你，然后这一边就是现在那个，你可以用你的那个减防的那个十三段把它全部打上去，然后那个怪炸的时候，它就会费的血比较多。还有多少血？这个？哎呀，我没 UI 看不见。然后拉到我看一下，就那边吧。这边倒是刷了那个了，刷木桶了。不停地拉他，然后你要催眠另外一只雷，一会儿就现在阿亚雷站的地方，那个栅栏那儿有会一会儿会刷一只，你记得控制住。啊，小慧你说话，小慧又听不到你说话了。小慧说话可能又估计又听到了。死了、okay ，就现在这个地方是吧？对，然后就是石头人，你必须把它控制在离那个水晶很远的地方。他走进水晶，要水晶就爆，就一招。我再把打进去就行。对，打进去。你就不停的。如果是两只，因为有可能我们不杀他，有可能是两只。那种情况就是会出现两只的话，千万千万。我就守门口不让他出来。两只的话就得催眠一只，然后打一只。对你，对你注意，要是有两只，你就说打一只，然后催眠一只，控制一只。OK。喂喂喂喂喂。啊，又能听到了。啊、听到了。不用打他。又听不到了，小慧可坑了，坑了，坑了，坑啊，坑啊，坑啊！等一下，少一个人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去就开始了。开了，开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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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了就别停留，然后马上过去。然后这最后一个 boss 要打死。我操！视频那个录制软件报错了。反正阿亚雷千万千万别往上冲，
拉，继续拉，等你到这边来拉，换个方向去他背后，你别让他往水晶那边跑，你别让他和你面对水晶，面对你就可以了，对，近一点无所谓，只是说能拉远当然好了。我操，去他背后，他还要跳的，注意后跳，还有多少时间？1:56，可以打一个小怪不？我看不到他血，别打小怪。哇，还这么多时间啊，完全改分配没，好像改了吧，改完了，改完了，改就减呗，然后这就是回来，哎呀没响亮，火力OK。